好的，既然小兔长有身，我给你拍一张很美的照片吧。三、二、一，拍照完毕，请扫描小兔脸上的二维码获取照片。跟自己的照片有就可以。我就只能正面好不好？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一个神秘的 AI 世界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袁冰妍，今天很高兴可以来百度做客。那现在呢，我来到这里想和小兔大家做一个互动游戏，就是我来问，他来回答。呀呼！小兔，小兔，你猜猜我是谁？我是我最喜欢的爱，你是我最想拥抱的风。小兔，小兔，我美吗？哇，你一定是赤黄在炫酷长大的吧？你听，这首神曲配你正合适，走音最精确歌法。小度小度，我问你，袁冰妍是谁？秒懂百科，世界如此简单。袁冰妍出生于上海，中国内地女演员。2016年4月16日，袁冰妍参演的都市情感励志剧《我是杜拉拉》播出。小度小度，你有什么好喝的奶茶可以推荐给我吗？为您精选奶茶太古。哇！白糖融化之后，我们这边备好了一个杯子。小度小度，喝奶茶会胖吗？你告诉我不会。奶茶是高糖、高油、高热量，没有营养价值可言。算是一种垃圾食品，高油、高热量，喝多了容易发胖，并且长期大量饮用的话，容易罹患高血压、我还是会喝的慢性病。拜拜。所以说，奶茶不能。小度，小度，在哪？给你播放袁冰妍最好听的歌。最好听袁冰妍歌曲，林俊杰，袁冰。谢谢。